白头偕老，一生不变，是每对夫妻的结婚盟誓。但试问又有几多对能真系做到呢？1981年港姐亚军钱惠仪，喺1995年嫁俾大新银行后人马清扬，婚后两个人经常拍拖出席派对，是城中出名的恩爱夫妻。无奈好景不常，2018年社交圈惊爆两个人婚姻亮红灯，更加指马清扬一早已经被他当时21岁的乌克兰籍金发女巫。他们两个一起坐游艇，又坐私人直升机和出国赛车。虽然当时马清扬在传媒面前细神劈怨，表明不离不弃不会离婚，但据知情者透露，其实当时马清扬已经向钱惠仪提出离婚，还要钱惠仪搬离主人房，添瞓在一间冇窗的房里面，更加惨到要瞓接床，每日以泪洗面，听到都觉得阴功。面对丈夫的忘情弃爱，钱惠仪睇在三个仔女的份上，即使有传媒同佢查询，佢都不作回应，拖拉了4年。现时二人的离婚申请已经在家事法庭展开仲裁。据知情者表示，佢哋已经办紧离婚手续，打紧官司倾离婚条件，12月会再上庭。相爱很难，能够坚守到老，先是婚姻的最大学问。